Hello，今天拍糖果挑战，今天拍糖果挑战的第二期。上一次拍的不太成功，上一次拿软糖拍的，然后后面发现那个软糖吃完之后就没味道了。然后呢，那个时候我以为小健很蠢，后面发现是我的问题。然后这次我们买了两盒硬糖，买了两盒硬糖，然后有8个口味。然后呢，我们决定拆5个，这次是小健吃，我来拆。Yes。然后输了有什么惩罚吗？你三个都没猜对的话，那你晚上就我体连验。三个都没猜对。对，你晚应上，该是。好。那你晚上就要听我的喽，你的什么？保密。来吧，开始吧，好吧。应该是选一个口味。那我先闭眼睛。辣椒蛋蓉，没吃过的味。哦，对了，忘记说了，就是我们就是刚睡醒没多久，然后就比较邋遢嘛，然后带了一个特效拍一个视频，让大家观感好一点。分点吧，没味了。我知道什么味道，什么味？很浓，什么味？葡萄味，是比较。说句实话，当快乐在那一刻，看得见我起来。没对吗？对了，好吧，那你猜第二个，漱下口。你现在拿这个，我不是给你拿了杯子吗？下一个，看到我啊！好好好，那你重新跳一个，重新跳一个，那你重新跳一个，跳一个有难度的。蓝莓味的冰淇淋，爱吃。蓝莓冰淇淋，它这样。你跟你讲，我已经有新的游戏。别呢？什么味道？等一下，再往下，再尝。芒果味的，猜对，猜对了还不好，已经猜中2个了。人家装可爱嘛，长这么大，显得你脸小。我猜到了，猜到了，拜拜。闭眼，闭眼，闭眼。他这个难度的，一下你就这样说，跳了个位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
舌头跟什么？不同味。黑加仑。对。已经对三个，已经对三个，已经不用接受你晚上的惩罚了。还有还有，继续猜。要不这样子吧，你对五个奖励你，奖励我马上说。哎呀哎呀，我觉得这个硬糖真的比软糖要好猜多了，真的好猜多了。当时你还。今年吧，最后一个啊，猜对了一个奖励吗？五个才有，四个也差不多了。行吧行吧，你要奖励什么？请你吃海底捞，这都算奖励？还要不要？再说一个爱吗？啊，还要不要？再说一个爱吗？我牛逼！最后一个两次机会。已经猜过了，柠檬草莓。你过来点。白桃味。因为一共就八个味道，已经猜了四个了，剩下的就是。就不应该让你知道什么味道的。我没办法，我买的时候我看见了，很棒。然后我们买两盒一糖的时候还买了一个这种糖，上次我们也买了，这个是酸酸的酸条，这叫酸条。然后我们给大家拍一个这个吧。自己摸拍。好酸啊！好酸啊！好酸。好酸啊，它好快啊，好酸哦，有点没感，好酸啊，不要，
你真是的，完了。那这期糖果挑战就到这里了，这期糖果挑战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下次是我吃他猜，你说两句话呀，一直不说话，别人不知道以为我虐待你，虐待儿童，拜拜，拜拜。